吓老一跳。别打我嘛，就我一个人。那你为什么打我？我脸上，我脸上。射射射！射个人也是。还有一个，我脸上。电厂里还有人，我救他。我右边红房外面。那他妈，这女的技术真好。行。我爬下去，红楼有人的，没人了。哼，简简单单，我只能说，我操，我好准啊！你们走吧，不要管我了。哇！吃鸡啦！嘿，他毒死了，我就知道。牛逼！随便杀啊，兄弟！